今仔日真多谢咱个林博士，伊予我即个机会。主要个，咱伫真内底，我有真济有识个朋友，老朋友，借着即个时间嘛来跟伊说好。要讲个以前，我相信讲伫咱中间，咱个同样有真成功个人，伊个故事真可能嘛是真好。但是将来我嘛希望讲有机会通听恁的故事。不过我即马要讲的，就是这个 American Dream， 当然是对我的出生开始是无真顺的前一段。我是感觉讲，人生伫这个世界，每个人敢那咧爬山。上帝创造人有予咱一个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咱有人咧爬一个山，有诶是要经较低山。我会记得讲台北有一个，就是讲象山，有人想讲要爬一个观音山，还是玉山，还是世界上高的山，这是咱的自由选择。伫这个要爬的山，你总是拄仔有开始。这个开始，大家人拢有相反，有个人对真低的所在，都爱经过无定，这个河流、沙地，有个人开始就是有较悬，阿爬到这个上悬的所在，伫这个要爬山的中间，那么是。有人伫边仔甲你补路，我会记得我较早伫青年团结时阵，咧爬咧大屯山，不然如何走对别位去？结果呢，煞变做走到迄、那个金山迄边，但是尾仔有那是一个人补路。阮哈会当倒转来原来阮要行的所在。伫这个咧报咱行路的，我是甲伊做讲，咱个贵人。我的生涯就是一生内底，我嘛有真侪贵人。伫要讲主题以前，我要感谢有两个女性。对我的人生影响上大，一个就是我的妈妈，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咱常常讲，一个成功的人后壁一定有一个人在后壁咧推。其中我拄仔讲的这个爬山的中间有两个贵人，一个是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做George Maxfarlane。第二个贵人就是 Silicon Connection Incorporated， 就是 SSI 的 President 加 CEO， 伊也做 Dr. James Patton。我特别伫遮提出伊个名，我等下伫我要讲个中间，我会讲是安怎伊来应用。我这个还没看出来。不过我想咱唔免加遐 serious， 遐变做话讲讲遐严肃，所以恁就加听做讲我即马咧讲过，因为咱咧讲过来滴。可能就是也感觉讲遐死了是吼。当然，我要对我
背景，我是出生在1938，在一个台南县六甲乡吴江村，足细足细的乡村。咱也知影迄个是啥物所在，咱也知影阿扁的故乡是住伫台南县花田乡。阮六甲乡，若要即阵塞车是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会到啊花田。我的家庭，阮爸爸是日本留学，阮是迄个小乡村的一个小弟子。细汉的时阵，比我2岁、3岁的时阵，我就有迄个三轮车。咱知影，细汉囡仔咧坐三轮车，通坐。啊，我厝的嘛都有风琴，迄个时阵。乡下无平安咯，所以有风琴，啊有阿可以啊，就是这个。所以伫细汉的时阵，我是有一个真好美满的家庭。但是，咱用中国话讲，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党来台湾，我的一生。完全改变。我相信讲，咱足侪差不多我这個年纪，也是讲迄个上下的人，拢相款有迄个感觉。迄个时阵，通货膨胀，无米通食，不计的关系啊。啊，会记得讲，咱中间两家啦，有人会记得讲。负债币40,000+，啊，因为安尼导致这个经济不顺呀。这个代志以后，因为阮爸爸是日本留学，所以只好伊就带我大哥起来台北。啊，伊经过。咱出名的林博士，林太太是台北市府中的校长，所以伊就去遐做教务主任。伫一两年后，我过了后二年的开始，我妈妈就把我送去台北。这个时阵就是。一个厝分做两家，妈妈为了要保留照顾厝里的一寡财产，所以伊就留伫乡下照顾啊，细汉小弟小妹。较大汉的，因为我是第二个，伊认为讲啊要读册的机会一定是伫台北，所以伫国民校二年，我就。啊，去台北。去台北的时阵，咱知影，咱若假使讲要读册，都爱户籍，都爱转户口。老母伫台南，老爸甲兄哥因上班的时阵，拢总都爱上班，无迄个时间。所以我一个敢若是7、8岁囡仔，我家己。阮迄个厝是住伫，迄个时阵是上海路，即阵啊做林森南路，啊，对遐家己摕户口册本，就行去，迄阵啊做城中区公所，即、這个城中区公所是，我会记得敢若是伫迄个中山堂的头前迄搭啦，所以我家己一个都，国民校二年开始，即敢若是八岁迄款。啊，家己行去公所办户口，遐个职员就讲：“啊，你爸母呢？”我只有讲伊无闲，所以我就家己办。
所以以后我就开始伫台北淡门国民学校，伫我厝行路差不多五分钟、七分钟，伫遐经过我的国民学校生活。伫台北的时阵，正想念故乡，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每休热、休寒，拢在对台北坐火车，坐到大南关迄个时阵，迄个车站的名叫林凤营，咱即马知影林凤营有咧做牛奶吼，就是迄个所在。老爸甲大兄，因拢有因的代志，所以迄个时阵，我嘛是家己一个背包。看看咧，家己坐火车。迄阵要对台北甲即台南，都爱差不多十点钟、十二点钟。就是敢若像咱即阵要对台湾坐飞机来美国，啊，万家伫咧行。迄个时阵，家己一个。在国民学校，差不多安尼坐起十，每米十几遍吼。所以对台北，甲阮住的所在，遐济车站，我会当飞。对台北甲台南，也是对台南甲台北，我拢会当飞出来。啊，伫迄个期间呢，啊，咱知影讲真济对即个经济不满。啊，对这个政府不满，所以我就听到讲，那你是坐火车，你讲在日本时代你坐火车，那个火车的声呢，就是讲干呐，啊沙的啊沙的。啊，在这个国民政府的时阵呢，讲火车走到干呐是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啊，实在迄个时阵，我若坐火车来听，哎，较幸福呀。你若来听迄个声咧，火车咧开始哩，迄个吼，是讲阿沙哩阿沙哩安尼，啊，你行得马马虎虎嘛。当然，伫这个国民校啊，虽然是啊，算起来唔是讲算真好个家庭内底。但是我伫国民校五年六年，就予人选出，迄阵了有三百，哦，伫国民校有三百的选手，啊，乒乓嘛是做选手。伫这个中间，每遍返去乡下的时阵，啊，那边倒转来台北。心肝就做不准，就直直拖拖到上尾迄日趟出发。所以我伫遮，我就讲，伫我迄个细汉的时阵，我经过这个艰苦患难啊的中间，我学习到迄个忍耐甲自立。因为我从细汉国民校二年开始，语文甲初中拢是。家己哩做家己的代志，所以伫啊中学、初中，我伫初中的时阵啊莫名其妙，因为有一日，我爸爸带我去一间学校，一间学校的校长室，啊因为伊捌做过这个教务主任，所以这个校长也认识，带我去啊。哎，所以我就开始第一间学校读册，那间学校就是台北市立啊职业学校，工业职业学校。在这个学校内底，啊，大部分的老师拢是台湾人，因为迄个时阵，你职业学校真济迄个专门科目，所以拢是台湾人。有两个老师，我记得上清楚，一个就是教英，教阮英文，
啊，我常常伫美国甲一寡朋友，也是讲上班的朋友，因为我英语毋是真好，我英语的发音拢日本英语的，所以我就甲伊讲，我的英语是 fair hand English。咱普通是因为你买物用 second hand 啊，我讲我是 fair hand。你讲嘿，那我就 fair hand English， 我就甲伊说明。因为我英文老师就是对日本人学英语，你这么教我，所以是不能讲。啊，我这个日本人拢改变过。啊，这个老师第二个老师呢，上啊记忆上深的，就是伊，我叫伊做怪人。啊，因为伊，我相信是唔是火烧美味，因为伊咧教阮电机。伊真可能是去予迄落高压电电着，所以伊个手拢安尼，敢若去修炼完遐变嘛是款个。但是伊人真趣味，啊讲咱即个，你就讲国语，是台湾国语，甲我个相反。上个记个两行，就是伊咧讲，因为夏天的时阵。这个大家囡仔拢会爱困，啊，对这个窗仔门吹来讲，凉风从那个窗户吹进来，那个刚凉快呢。个第二个就是讲，房子欠甩子，甩子落下来，弄得玻璃乒乒。这就是我初中内底吼印象上深的。啊，第第二项就是讲，这学生，因为这个学校，这学生大部分拢是较爱佚佗。我就讲莫名其妙，我去读迄个课的时阵，我的功课真好，所以我有一个绰号，伊拢叫我一名的。啊，伫阮一班内底有差不多四五个，咱来讲起来是讲问题学生，吼，啊，也是讲罗马囡仔。啊，三号，我甲因各位一旦斗得啊，合得来啊，这个，一个一个讲合得来，我拢会常常跟做伙出去佚佗。啊，去出佚佗的，因为因这佚佗囡仔，因拢会食烟、饮酒，但是我拢无食烟、无饮酒。啊，因嘛拢尊重我，啊，我阁甲因会合，常常甲因出去，啊嘛捌走去上碧潭，我去碧潭，咱台北市的迄个碧潭去遐受罪。伫遮，我爸讲是安怎，我的老母对我的影响，啊，细汉的时阵。伊若去台北，伊就带阮去东门教会。迄阵伫林溪街吼，东门教会，迄个牧师是叶金木。啊，可能咱的年幼的那较会知影。伊就家己甲阮教好牧师，讲叫牧师讲教我，交代阮讲，你一定都爱去教会。每个礼拜日，我妈妈是一个做善事，啊，伊真有智慧，信用真好，啊啊是真幽默，伊啊，你讲讲笑话，伊讲，伊乡下吼，大家拢穿迄个裤吼，啊装那包起来一个裤。查某拢差不多是安尼，啊，今日伊穿裙，所以讲因遮人就问，讲，嘿，啊，你穿安尼，啊，内底有穿内裤无？我妈妈就真趣味，伊讲无啊，哦，安尼那足方便，若要放尿的时阵，都能裤内就使放尿，所以这是幽默的所在。但是
伊嘛真有啊有头脑。咱知影讲，咱台湾有经过一个三千五检查，经济有几点？啊，咱那个乡下人可能，啊是讲厝里有差两个人，大家会知影。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真不好。啊，伫这个金甲幼稚园的前，伊我讲真巧，就是讲，伊就去到这个产，我的产地边啊，迄个附近乡村的附近的时阵，拢甲伊偷偷转来，因为伊的人际关系。啊，差不多一个砖头，还是讲隔壁砖，大部分囡仔拢是伊接生的。伊唔啦讲接生，有当啊是，就是讲伊的房价经济较无好个。伊我会记得讲，伊讲要接生一遍20块，那较无钱个10块。啊，有当啊是就是讲，那进产的时阵，伊就阁去甲做回来。所以我妈妈对我的迄个影响，就是伊的做人，所以就是伊坚定的信仰，伊留予我的信仰。所以我拄仔咧讲，伫我中学的时阵是安怎，我哪会讲甲这歹囡仔做伙，啊做伙遐久3年，啊我无分错歹。所以我第二项就是讲。我伫我信仰中中间选择行正确的路线，正确的路，所以我无行偏去。所以伫高中的时阵，三好，因为我成绩真好，做过直升入高中，迄阵拢未晓想，读册敢若读册，也无想想将来做。啊！伫高中的时阵，有两项，一项就是我参加乐队，啊，因为可能是伫教会内底对这个音乐的接触，因为男主角嘛是拢有唱歌，啊，吟诗 ，maybe 我有这个音乐的细胞。所以伫我的迄个乐队内底，我是啊分小喇叭，对串片，我夹起来，哎，我就要分，我就要看谱。伫这个中间，我嘛捌伫这个救国团内底有一个做啊什么少数迄个。广播广播公司，我也捌伫因内底啊读书。这个第二年的时阵，高二的时阵，我就随份选做啊乐队的队长。啊，迄个时阵，指导老师不准看离开，所以我就。煞变作打去迄个职业，乐队伫迄个时阵救国团的活动是真重真重要，校嘛真注重。啊，伫迄个中间，啊，练习的时阵，因为乐队内底伫去这个唱片以后，一个 clarinet 有这个 alto。有这个啊 ，base 啊，够创梦啊，够滑稽啊，有广告啊，拢有破，但是迄个破是1、2、3、4迄个干破。当然，各队的队员并无像我讲对音乐的了解，所以我就负起这个各队训练的责任，分拨练习、刷位、指挥。啊，若学校活动，就是
我带动。迄个时阵有一个新的教官，那教官来，伊想要签完，伊就要这个乐队。但是乐队的队员拢无要听伊，乐队队员叫他听我。所以迄个时阵，我就会当操纵这个乐队。啊，教官嘛是只好，就是跟我妥协。真趣味的，就是以前吼，那你早起时你升旗，还是下晡时你降旗，下课的时阵，你拢都爱伫操场。迄个时阵，我若服装整齐，迄阵都爱服逐项个，拢都爱整齐。我都无去乐队，但是我若服装无整齐的时阵，我就去徛伫乐队。啊，乖乖来看嘞，啊，拢全过去。所以有阵仔是，你若会当专门一项好的时阵，你会得到尊重。伫迄个时阵，高二，对遮个乐队的活动，无形中我嘛开始对这个音乐受真趣味，我就开始去买一挂册，和声学啦、对位啦，啥物啊，反正家己都学袂读。当然以后我伫教会内底真久，我就开始做教会生活队指挥。这个是我对这高中会当得到的迄个机会。佮第二项就是讲，我对运动有呾不知趣味，所以伫这个高中的时代，我有一个柔道。那三点半下课以后，我就开始伫学校学柔道。这个对我的人生也是真大的帮助。我真罕哩跋倒，但是我若跋倒，一定袂去控着我的头壳。我会记得我退休以后伫拍 tennis， 差不多我七十几岁吼，咧拍 tennis， 甲遮少年的拢袂输的。我常常会去救球，伫房仔脚真短的球呢，我拢会走去救。有敢若两三遍，我走去救球的时阵，因为普通时大家拢会怎啊拍落，啊去找着，去阮咧伫遐咧拍天的时候，有骨力人手嘛转去。但是伫我若走去打针着，若去出，就是讲脚去关节或啥物话滑倒的时阵，我自然手扛咧头壳，那去就扛咧啊头壳下咧，啊就转拧两拧三拧，起来好势。大家边仔人看到，当然，我是无看讲遐老，但是因知影我年岁，所以因大家都这个就是我一个运动的训练，柔道的训练。因为伫柔道第一步，我来学，就是学安怎跋倒。你互摔的时阵，你安怎第一下就手起咧，头壳安尼怎卷一下。这个就是讲，我伫第三个讲，伫任何环境的中间，都去学，对迄个环境所给你迄个敬畏。因为咱常常，但拄着啥物代志呢？那无合意的，还是啥物话哦？就是讲，都怎啊放下去？所以伫我的人生内底，这个音乐就是其中的一个真重要。我对高二开始的学习，在我的人生内底，我有写两块歌。这个歌是我妈妈，迄个时阵是当然伫教会生活队我唱，就迄个我妈妈。
啊，写诶时阵，你知影我初中、高中拢读册啊，即个国文是无好，所以我家己袂晓写写词吼，所以我就借用咱教会较早诶讲诶一块歌，就母亲一个歌。用城市追求快乐美化的世界，我用这块词，我配我自己写的歌。在母亲节的时阵，送给我妈妈。第二条歌，就是我是，在要出国以前，送给我的太太。啊，这块歌，歌词我嘛不要写，但是。我找到一个贝多芬，啊，这啊，送给伊的情人，这块词真水，我读给你听。啊，小可有点仔肉麻。请你告诉我吧，我得来爱看。讲，请你告诉我吧，啊，不要再像以往似的矜持了。即使相亲相爱爱到底，何必故弄玄虚以压面？我们的爱，缘非尺度，尺度所能及。问什么是人的是是非非？却把我们最宝贵的珍宝藏在你的心头，啊，这是真好的一个，所以我就用这个写这个歌，因为我要出国以前送给伊。而且咱有这个淡江的好友在遮，啊，我跟你讲，我并不做出迄个没人在讲，无合拍的代志。你要用引人前卫了。所以就是讲，这个音乐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重要，在我的生活内底是真重要。来美国以后，在我圣地亚哥的时阵，我嘛被人抓着，因为有人知影讲我较早伫台湾捌指挥生活队，所以被人抓去讲都爱指挥生活队。咱杨左伊，吼，伊就知影，迄个时阵，我咧看啊，是应该是真好，即个男声，吼，有即个较真个喉声，迄个时阵真好。但是离开以前，我是失望。不 ，anyway， 我是讲啊，就是讲啊，音乐的，上了高中，隔二年一半，忽然间，忽然间哦，忽然我想着讲，奇怪，我来读这间学校，初中、高中拢这间学校。毕业以后是不是要去买电话条？因为阮哩实习的时阵，就是连买都迄落买电话条。高中的时阵，一礼拜五日内底，阮有一日实习，拢无读册，都是哩做家的代志。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我毕业以后，根本真正就是去做这個。啊，伫教会内底遐个兄弟，大家拢读大学，那呢就是迄个淡教会，佮有对外地来的大学生伫，伫阮个教会内底。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做一个决定，我讲我要考大学。这个就是我来讲，设立要行的目标，努力坚定就去行。应该若照外人来讲，这个是
unreachable a dream， 就是讲你可能你达不到，因为你初中、高中拢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的教育甲普通大学的教育，讲啊唔是高普通中学的教育，拢完全无相关。因为阮英文、国文一礼拜大概是两点钟，所有就是全科目。我咧讲诶，就是连续要背第几条。但是，我迄个决心，所以我对高二下半开始，我就开始家己准备。所有我无读过诶物件，家己去尝试。Lucky enough， 我考掉。啊！迄我想是阮迄个学校在职的毕业生，讲考到大学，面对我是第一个。当然，我考到的学校并无，毋是 top school， 就是中原。Anyway， 中原嘛是大学，所以我就去读中原。在这个四年的中间，因为在大学内底大部分拢全科啊，对这个像讲文科啊，什么话真少。比起第一年的，有英文以外，但是英文我嘛是拢 pass 啊，六十分啊。但是我的全科啊真好，因为我本身对这个数理可能相对乎我有特别的理解的能力。我伫二年、三年有提两遍的红山奖学金。啊，伫这个到这个大学的期间，我是伫教会不止活动。对主日学、教主日学，甚至对青年团体所有的活动，我唔捌讲因为考试我无去教会。当然，这个是好是歹，我咱大家去了解啊。在这个中间，因为换去就是讲教会的青年团体，才会有人也是出国。所以迄个时阵，甲读到四年迄阵，我开始就搁要做第二个决心，要做第二个梦想。迄个时阵，我嘛想要出国。伫真侪人的眼中，我想伊嘛会讲我是无可能，因为我的爹地对中学开始都唔是要读册的，但是伫我的大学毕业，咱在阵就做务必公关一年，我是派去这个三个月的头前，这个啊做分科教育以前，都是伫宜兰通信兵。啊，所以伫宜兰三个月的这个分科教育，我嘛是算起来真好运 ，maybe 是上帝的安排。我嘛有选做排球队的队长，排球队的队员，所以直接甲我今日练排球，啊，主啊比赛。所以呢，那你上课的时阵，其实拢无咧读，读因的内底什么什么通信还是什么话，就是咧准备入学考试。啊，迄个期间，我有就有迄个好的机会，就是去准备才入学考试。分科教育以后，
我迄个人有飞去台北警备总部，啊，其实伫警备总部，我一个这个警备总部，大家拢不止惊，你台湾台湾迄个时阵，看到警备总部惊到要死。啊，其实呢，伫遐内底到尾尾，嘛是拢无啥物代志通做。我若拍球，也若无就是带一挂兵仔去植农、去植物园、去散步。啊，有当时就是带只兵仔去看电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予我真好的机会，通准备我爱准备的代志。学英文，准备学科。做兵以后，当然我袂当随时出国。本来为着要出国，我想要倒转去学校做助教，因为做助教做较容易出国。不过，我予阮爸爸安排去淡江中学。做老师，因为我上细的小弟真不爱读册，无乖，所以我就去啊。啊，当然伊是住宿舍，我就拖伊来跟我住做伙。所以一日到暗就是伫我的身边。啊，伫这个中间，因为我对宗教的热情。所以伫教诶，伫学校内底，迄个时阵三号，迄阵的圣华队无圣华队，所以迄阵我嘛开始，就是甲同学遮做伙，都组织一个圣华队。当然，我做老师，所以指挥应该无问题。刷咧，阁有一个亚华足球。这个亚华足球，结果嘛是我咧负责。伫每礼拜，我著去这个台北这个足球协会摕一挂材料，摕倒转去学校。啊，学生的时阵，迄阵都敢若做模拟先伫遐放一遍。因为这个音乐，它予我注意到。我太太，因为有一遍在练习的时阵，有一条歌，电影内底有一个音真悬，迄个时阵出来的一个音，竟然是伊的，所以伫音乐嘛牵连到甲我一生所有，英文。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我拄仔有讲，我的第一个开始教我的老师是一个发音真无好，伊讲，像讲教我讲，第一个讲 ，this is a dog， this is a cock， 吼，即款声。啊，所以迄个时阵去淡江，我熬一个时间通去学英文。因为我透早六点起来以后，第一趟我就摕我的收音机，行去迄个淡江的这个姑娘楼，姑娘楼的另外一边是拄好向淡水河加这个，这个叫啥？这个山啊，这个观音山，所以我家己摕这个收音机，先啊摕收音机。迄阵有一个空中英语教学，我咱的经验，拢有这个经验，所以迄个时阵，逐早起我就去啊，坐啊，遐迄个空中英语教学，所以家己在刻盘英文教学文法，还是讲啥物事，所以伫迄个两年诶。中间嘛是我真好诶，学习准备我要出国。
在迄个无可能的准，安那开始，互我变做有，为了可能。在1964，我接到一个 University of Oregon， 在Portland Oregon， 伊有接受我。我按算讲要去迄个读1964的福特，开始办出国。伫开始办出国的时阵，阮就爱送迄个申请出境证的申请书去桃园，做啥物啥物管处。迄个时阵出来，毋是出境证。出来是一个一张一个月的教育教职，迄个是伫九月，八月，八月底出来，伫九月你根本都无办法，所以我就写一张批予这个奥利根的 University， 我讲我有代志袂当来，所以。这个比 Spring Term 一路答应，但是迄个时阵想想来讲，嘿，要赶紧出去袂使，即使讲无，所以就是赶紧要出去就对。所以我伫11月，11月中，确实的日子我袂记着，我就出国。要出国的以前，因为我的教会活动，我有捌对一个美国人的传道士，有一日去阮厝食饭，伊知影讲我要先对华盛顿DC去厝外朋友，伊讲啊，我都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伫 Georgetown University 做 professor。是我拄仔讲我的过程，因为我去当兵，当然伊就去接我，我嘛伫兜过当一面，但是伫个中间我伫找朋友的时阵，大家过来伊就甲我讲，伫东部真侪好学校，是安怎你来就爱走去学院，搁托顶学院。迄个时阵，我向阮去想着，我伫台湾迄阵有申请，有那是做美国人介绍一间真细间的学校，做 Williams College。当然我唔知影讲 Williams College， 我是想讲既然伫当兵，未过申请毋是袂赴，所以我就写一张批，即个 Williams College 不厉害。我讲，我人已经伫美国。我以前申请的不 complete， 我即马要来 complete 我的 application。你要对头申请真可能，袂有。伫一礼拜内底，我接一张批，一张批 William Scottish 啊，不，你的最近送我，伊请我去 interview。我因为因这个要决定你这个人的 interview， 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甲记一个就戆戆啊！迄阵查坐个巴士还坐到遐去，我就是七八点钟。迄主任直接我，坐了有三四个教授，去 interview。当然，这部分是算个考试。阮伫台湾读册，真够考试，真够去。但是你若拄着 interview， 就较无办法。因为我咧读册的时阵，我这个人较笨惰，所以拢较袂死记，我拢靠我的了解。3号，一两礼拜以后，我接到 Williams College 的一张一拍，就是讲伊要就是呀，要接受我做因的学生。这个时阵，我嘛咧 struggle myself， 压力增长，
咱知影的是大型学校，较有名的学校，五里岩的学校嘛是袂歹。啊，即间细间学校，虽然美国朋友讲真好，我袂当做决定，所以我就去一个 professor 啊，甲伊太太，甲伊问伊的意见。因看到这个威廉斯卡的时呢，来讲不会讲，你无论安怎，你一定都要去这间学校。伊甲说明是安怎，咱都要去这间学校。伊讲伫美国当兵，人因有咧讲伫 Ivy League School， 哦。伊讲伫美国当兵有三大三小七姐妹。三间大间阿比利的 school， 或者讲啊 Princeton Harvard 还是讲耶鲁什么，三间四间学校都是 Williams Amherst 加一个Wesleyan 的款三间。伊讲这是啊，佫足老，1870几就开始。所以这个 professor 甲因太太，啊因呢因太太就是 Smith College 毕业的。就是七姐妹的第一间校，第一间校。我讲既然那呢，因是真有学问的人，伊佫甲我讲，你无论对这间校，你都袂使去，你一定要去这间。我就接受了建议。其实讲起来，我若假使讲无去一间学校，我相信讲。我无提笔，无迄个能力通提到 PhD， 因为我的地理根本都不够遐。啊，你若去大间学校，因为大间学校的上课，即边拢有当时嘛几百人，啊，有的是就是较少的，你嘛有二三十人。我去威廉斯的时阵。因为这个 fall 会，所以我就来做 sprinter。伊给我 full scholarship。这 full scholarship 呢，就是讲 include room and board。所以就是全部拢总加付。搁一个，这个系主任对我搁足好个，伊惊讲我无零用钱，因为一间学校伊虽然细。啊，敢若差不多一千人尔。伊家己物理系有家己个物理系 building， 伊阁有即个来源哩，物理系来源哩。伊就甲我讲，你来源哩内底遐切真久，顶头拢有一挂迄个灰尘吼，你即下甲我种种，我就付我钱。伊太太。当然知影讲外国学生英文无好，就教我英文。啊，对教我英文的中间，啊，有一个伊甲大家拢讲，啊，因为我拢用日本名阿奇哦，因为我来美国迄阵哦，我要互我，啊，为了要华奖，啊，奖券都四个拢是奖券，啊，所以我就用我日本名，因为我伫厝的。啊！我的囡仔拢做日本名，啊做阿奇哦。啊，其实阿奇哦，就是讲日本名交，无一个交融，即个汉文直接诶，完全就是阿奇哦。所以我就拢用阿奇哦。所以即个教授娘，伊就甲大家讲，当你来甲阿奇哦讲话呢 ，yes 就是 no。我上头啊，嘛唔知我是啥意思。上头我 yes 就是 no， no yes。因为你常常一个人伊个一个 negative 的迄个文化，就讲，讲你要袂食饭吼，咱的 answer 就是 yes， 是我要袂食，但是美国人的头壳想。No， 所以常常伫这个
这个问题啦，伊问的问题咧，结果伊得到的反射是讲 yes 就是 no yes。啊，在迄个时阵，我英文基础真歹，我等于就是对遐干那些囡仔开始学英文。咱伫台湾的咧，个别讲英文拢是先修好势，啊，才翻出来。但是我伫遐学英文就是，你要讲啥，你想啥，你就讲啥。所以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就是讲你讲英文的想法。不一项就是讲学业，这个学校伊可能有一个 master program， 啊，我的 degree 不是 master of science， 因为啊，伫我的迄个写号，我这里不是为我写 master of science， 其实不是 master of science， 是 master of arts， 因为这间学校 arts 就是这样啦。好，因为那我 master of science， 但是咧是无相关的听到。啊，伫学校上课，上侪的学生伫这个课堂内底 ，maybe 七八个，大部分拢是三个、四个。所以就是讲，教授甲学生的这个教学。不是遐 close， 所以你知影啥物，你唔知影啥物，这个教授，当作所有一个啊，迄、那个关系也是真好。所有的考试 ，open book， 你做你去要去哪里哩？吼，摕啥物册来拢无要紧，反正就是 open book， 一考考的物件，你若无了解。你写不出来，你找来抄也抄无。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就是我伫台湾读的物理的四年，其实我是感觉讲等于 nothing。伫遐我开始下有基础，佮煞咧伊的 master degree 嘛是伫遐写论文。我的论文当然是咧，迄个时阵当然英文也袂较好。我的指导教授，我做的实验，我是去做啊做 color center， 做一挂 crystal， 哦，去经过 variation 的大小，也变颜色，啊也变色。所以这个我嘛变做 apply 对阮太太要买一挂 crystal， 讲哦有色的无色的吼。啊，你若经过制作，你想讲看是 heat treatment， 还是讲这个啊，这 radiation， 拢会甲伊色变出来。所以，迄个色，那唔是 natural， 迄个价值都唔遐济。这个就是我色素的论文。啊，伫这个色素的论文呢，我1971摕我的 Master of Arts， 迄个时阵泰国。总统，啊，不是，那泰国王，即嘛死去无偌久，死去迄个，伊迄个时阵都学迄间学校，学伊 honors degree， 所以阮甲伊做伙，对个，所以我就有当时拄着即泰国人，我就甲伊讲，我是恁国王的，恁国王尴尬，恁同学，啊，都是亲切话。有一两项我留过去吼，我甲人讲，拄啊有人讲，我那看到这少年，看起来，我这少年，当然，甲我的运动可能有关系，因为甲即阵我唔爱过来拍电视。但是因为过去两三年，我这个腰有受伤，所以腰唔弹。啊，以前若要拍电视，拢无爱经较好、较有巧的。
但是这阵在爬拢完全是为着这个 health 来运动。啊，伫遮，我要甲人讲，我伫中学啊初中的时阵有两米半，我一日干嘛食两顿，有两米半的时间。啊，咱常常听到咱较老一辈的人讲，咱人一生所食的拢是有一定，就是讲你食到几岁，所食的物件拢一定。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因为我伫迄个所在两米半，跟他有一顿不食，迄个就可能会教我。拖较久，食较济，这个是，搁有一项啊，我爱搁补充的，就是我甲阮太太的关系。我出国历史，我甲六九，他结婚。啊！伫这个中间，伊伫台湾，我伫美国，阮两个拢是用微信来往。是安怎？我着讲，那是多爱感谢伊。伫这个中间，伊无放弃，继续写啊，让我变做一种安怎讲？因为你知影，少年人伫这个青年的时阵，拢会想讲咧找女朋友。伫读册的中间，你若要找女朋友，啊，一定都爱时间、甲金钱。伫迄个时阵，金钱 maybe 唔是我的 problem， 那我等下会来甲讲。但是时间，我会当专心真正付出我要做的代志，所以我的时间都不了去。在这个中间，伊来美国啊，在九九年的时候来美国，伊本来伊是要去 Boston 读迄个音乐 voice， 就是 conservative of music。对 Boston Conservative Music， 一来的时阵，一来的时阵，啊，当然我是先甲伊接去话呀，无伊叫走去。啊，讲了的结果就是讲，完毕就结婚，伊放弃伊的这个科学，所以当然伫迄个时间，哎嘛，来去选科。无直接啊，伫遐读即个 voice。啊，拄仔你讲即个 Williams College， 就是讲伫遐，予我真好诶准备，不管是我语言，还是 culture， 因为迄间学校真细间，还是一个贵族学校，真贵。还好，就是我有入门我大家迄个 tuition 的费。在这个 culture 顶头呢，就是讲因每日离开威根以外，食饭伫餐厅一定是适当的啦。每个人一定都爱太穿甲真整齐，学生练习做说明。佫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因后带女朋友来的时阵，阮迄个 whole table 大家拢徛起来，对女性的尊重。啊，当然，迄个羊毛出在羊身上，遐学生一定是拢搞错。伫微间，你会使请你的朋友，也是 family， 伫遐做伙用餐。若是女性，
要坐车的时阵，一定是去家开门。这是咱普通是咱的口笑，较做唔到的代志。伫啊，我咪伫迄个两年半的中间，我拢无讲过一句台湾话，也是国语，因为伊迄个汤是一个真水的 small town， 今仔以迄个大学 Williams College 做中心，拢无台湾的学生，所以伫迄个两年半的中间，我拢是讲英文。对安尼，当然我以后咧上班，也是讲大行，当然会较顺。不过退休以后，即个甲两公阿太太做伙，所以我英文拢开始变无去。伫即个年代，我是感觉讲，对。当然我无读过日语，但是对中国我的台湾国语吼，我那讲了足差的。哦，语言的英文也是真差。我的博士伊有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讲 third language， 第三个语言。伊也无承认中文，也无承认迄个时阵可能日本无得啊。所以我就爱去选德文，迄个德文呢，当然对我来讲，嘛是今仔英语考试会当通过。我的考试就是摕一篇即个德国发表的文章，叫翻译的，啊，翻译的好势就是 pass。搁一个 culture 的代志。我是有那伫美国他来迄阵，有那对即个教会，有那有联络。伫即个慢慢，就是伫即个 Williams College 差不多15分钟的所在，有一间较细间的教会。啊，因为 Williams College 是真有名，所以因那有外国学生，也是讲有遐学生去因迄个教会，甲因。当然是算啊真好，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牧师，也是请我去跟教主教。当然我无，毋是讲功课书啊，我教因唱歌。啊，这个牧师，伊甲我讲，这个笑话，咱中间敢有人知影是文献是啥物物件？真好，因为迄个时阵有一个有那是叫莫西西亚，可能是香港的迄个学生，就是读新南洋学生，伊派去因遐，伊三门，伊做啊在房产这边搞，啊，你牧师甲我讲。我有一日，因一个迄个西洋礼拜，啊，这个摩西像，就是那是跟唱歌，但唱一条歌，咱大家可能拢知影，就是讲 Heavenly Sunshine，Heavenly Sunshine，Heavenly Sunshine， 伊灵机一动，这个摩西像一样呢，西洋嘛，所以就讲咱即马来改。咱唱 Heavenly Moonshine， Heavenly Moonshine， 结果有个人唔敢唱，有个人都唱不到。原因就是 Moonshine 是多少人？这是一种属酒，一种美国的做属酒，千种的酒。所以呢，这就是一个 culture area。所以我在那個兩年半的中間，比起功課，比起的culture，我也是不真多。確實，真正感覺說有在美國留學，因為咱大部分的台灣來的留學生
大家拢邮政会、大政会，讲嘛是讲咱的话，啊，因的生活、因的 culture 嘛，足少讲，会去怎样？咱常常看电视的时阵，一挂 talk show， 人讲一挂笑话，足侪人笑啊，但是咱听起来，感觉讲无啥物人好笑。因為我們都不知道他那個意思的八卦，像我們如果跟這個美國人說，我們在說漢國漢話的時候，說跟我們鳥鼠穿方打，那你如果跟美國人說跟我們鳥鼠穿方打，你也會笑，你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這種情形。我在那裡第一個三個你烦恼讲，我这三月也无通食，因为阮嘛某是今仔是这个学期中间嘛，啊，我这三月要创啥？所以因为威廉是一个真好个学校，所以因拢会外围来招一挂，就是做 counselor。那迄个青年少年人伫咧 camp 上面拢需要 counselor， 所以我就去看这个 Brit， 啊，对，啊，就开始想要申请要去做 counselor。但是我这个 a classman， 伊即个选 master degree 诶学生内底，其中有一个是一个离差不多 Williams College 超十五分钟的一个，叫做 North Island 的所在，是一个叫做 Spread Electric Company， 啊，我想咱大家知啊。不是很大間，但是也是 reasonable。 那個同學來上課的時候，有一天他問我說，去到你三個到有什麼，你要做什麼？你有什麼教？我說沒有，我想要去做工作。他說來，我有一個小的 project， 你可以替我做。所以無形中這個 summer job 就在這裡。啊，這個 summer job 呢，一禮拜，他們是付一禮拜，每禮拜，一禮拜是美金168.8，我都記條條。因為我那時候當工作老師的時候，一個月台幣800，加這個做什麼？做讀書的讀書費，剩下1000。美金算个25，我一礼拜168，吼、哦，我足 rich， 但算到台币个时阵 ，rich， 刷落第二个三个，第三，因嘛是拢叫继续叫我倒转去，啊，结果我摕 master degree 个时阵，伊就叫我留个。但是我迄阵我的 dream， 叫我讲的，就是我的目标，我就是要摕我的 PhD， 所以我无接受因的。啊，伫迄个时阵，隔壁州 New York State， 伫即个 Williamstown 甲即个 Troy New York。是差不多30-40分钟的，一个住海边。啊，我的指导教授，伊一个同学，是伫这个 RPI 就是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是一个美国足老的 engineering school。一个 Brooklyn， 伫纽约迄个。过迄个桥，迄个桥是即个 RPI 毕业的学生设计，所以因为咱嘛是台湾一个 financial aid， 我的指导教授伊的同学，伊 RPI 迄个时阵，伊讲啊，伊也有一个。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诶，这里啊，
所以伊就介绍我去阿皮亚。所以伫这中间，我本来是另外个教授讲，哦，你做Michigan 啊 ，Michigan U 啦，不离袂歹啦，还是讲 North Carolina 遐一间，啊，我就袂歹。结果我手都去只阿皮亚。第二 RBI 拉基人啊，第一年做 TA， 第二年我发觉讲，哎 ，TA 就是我要花时间嘛，啊 ，RA 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你做研究，啊，你做研究都唔免。所以第二年我都有一个教授有伊需要一个。research assistant， 所以我就去找伊，伊就接受我。伊做好物件，就是 radiation effect on semiconductor。我嘛唔知影讲迄个 semiconductor 以后会变做只热门的。我伫遮要甲人讲，我来美国60年代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咱来迄个时阵来，你看，伫外口的店面，电火暗时从来无关。啊，当然，咱即阵也出去对，因为对即间拢嘛是，但啊，迄个时阵，包括美国黄金时代，迄个时代，就是以汽车 industry， 都去美国以外，发展。七孔二代都是半导体下面看到的时代，八孔二代，我咧讲八孔当然是迄个 decade， 就是迄个十年吼，迄、那个年啊是 biotech， 那个九孔就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所以你若来看即个美国的即、這个。technology， 但是，啊，伫这个六孔年代我来的时阵，咱即摆汽油拢出来30块，迄、个时阵是19仙。所以你看这个 inflation 它这样子的感觉。啊，迄个时阵我计算，就是讲168块，我的年薪差不多是已经差不多9000块。我说的，我爱可能讲是安怎，我来这边来说。第二年第二年的时阵，这间学校你要读 PhD， 一定都爱 pass 啊，也 PhD qualification。exam， 唔是讲你去啊，讲要读 PhD， 伊就 PhD 就会答。真济拢是你袂当考试一遍问题，以后摕一个 master degree 就可以。所以伊个 requirement 啊，当然考试两项，一项就是迄个 weather， 或一项就是 all。啊，你若有 pass 的时阵。你就当继续，当然有一挂类块面的 courses， 你都要听。我迄个时阵第二年，我就参加这个 qualification 的课程。Lucky enough， 我 pass。pass 以后呢，就是讲我 master degree 已经所读的，让 RBI recognize as a credit。所以我伫遐，我选的课就是有一挂必须，迄个物理去必须的课程，啊，有伊两个咧，就是一个就是 quantum mechanics， 搁一个就是我要读的 solid state physics， 对 ，OK， 啊，搁一个就是 group theory， 这就是讲。你要读这个物理的 PhD 内底其中的课程，
其他基础的课程，因为这个 Williams College 所读的 Master Degree 伊拢 accept， 所以我真紧，第二年或第三年，我开始我就当做我。伫我伫遐咧做论文的时阵，当然啊，敢若是1968还是1969，因为我伫淡教会对细汉囡仔，国民后二年开始，一直教我离开，中有经过三个牧师，第一个就是叶吉木。第二个就是白仁明，第三个就是白仁德。我离开的时阵是白仁德，白仁德牧师对我也是真好，伊将每个布雷图，就是这个安怎讲，周报，伊拢收集起来，啊，收集起来呢，差不多2-3个月，伊就寄出来寄给我。有一日。我接到的时阵，我就讲，就比我手报遐济吼，我袂讲全得了，我一定一张一张拢看，尤其是看这个会议的消息。底下我看到，我妈妈过身，我唔知影。因为出面的人知影我哩写不是我，伊无感动。听无。哦，是的，是。OK， 是的哦。伫啊，伫这个中间，因为处理我的，和我教教，因为我迄阵哩写不是我。所以都无予我知影，我妈妈过身，直到差不多至少3-4个月后，就报收到，我看到看到，这个是我真遗憾的。啊，伫 RPI 第三年开始，我。就开始当然做我的博士论文。迄个时阵，咱若看这个啊，若有机会，我来甲人讲这个半导体什么可能的过程。迄个时阵，OK。迄个时阵，咱知影即阵你做这个半导体的那个。晶片，即马是较10寸，咱家看即个10寸。我咧做博士论文的实验的时阵是1寸，所以即个对1寸，刷来我入印了水的时阵是对2寸、3寸、5寸、8寸、10寸。啊，普通时。伫即个生命感到的领域内底，有两项真重要。第一项对伊的速度，咱即阵所有太空，所有你家看咱的生活内底对，你若无即个生命感到的切还是啥物物呢？咱今仔日真可能就是讲50-60年以前的意思。所以即个速度。我会记得讲，我咧读册的时阵，第一个 computer 是 U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做出来。啊，迄个呢，伊是用真空管，差不多伫咱即间厝所有的迄个即间厝，都是迄个体积做出来，迄个 computer。伊的功能将来当做啥 ？Calculator 计算机。哦，迄个时阵，但是咱即阵家看，我会记得咱
你买电视时阵，伫七零年代，还是八零年代买一个二十四寸的这个电视，咱真可能都要花五六百块。即阵咱那个五六百块，咱电视通买迄个 flat panel。嗯。啊，这个就是讲，甲这个速度、甲伊个晶片的大小有关系。当然，这是要讲这个，这就是较 technical 哦。我咧讲的意思就是讲，迄时阵做研究，迄时阵叫做一寸。啊，因为这个半导体是都是1970年，我咧做论文的时阵 ，industry 还未开始，所以我71的 PhD， 我先做论文卖遮济篇，因为这是较新，所以要找到这个题目，嘛是真较容易。佫第二项呢，就是讲伫即个七零年代，组织即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每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的时阵，当然是世界各国的作者，日本人真厉害。在六零年代，美国的汽车落幕的时阵，都是日本人配合，因为伊的 manufacturing 是不足够。在七零年代，所有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也跟日本人来，照相机都得了翕，得了翕。咱若讲开的，就是讲七零以后，到八零的时阵。这些技术也是都对着日本去，当然所来到台湾当然嘛。在这个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他就开始on leave去这个学medical DNA 的代志。迄个时阵 ，DNA， 咱那读医生的啦，都知。迄个时阵对 DNA 也是一种。我拄仔咧讲，咱北控的是下年代，就是讲这个 biotech。在迄个中间，我咧写论文的时阵，当然，一年半我做实验，结果出来开始写，我的指导教授不伫的，所以我咧写论文，一礼拜写一挂送互伊。伊看看咧，伊加配表，我送了倒来。啊，尾下伊倒倒来甲问讲：“嘿，我咧想哦，讲到底这论文是不是你写的？”因为我普通时拢点点，啊，无讲真那种熬过的。啊，甲教授做伙，嘛唔是讲巴里巴里迄款的。所以伊这个一个 question 讲，啊，这论文敢是你写？啊，当然对我是一种 insult， 但是我认为讲 ，it's not a big deal， 反正不是我写。啊，有一遍我去参加这个这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是伫英国。Reading University， 我去参加的时阵，我有捌到一个朋友，伊个名叫做 Eric Johnson， Eric Johnson， Dr. Eric Johnson， 所以阮变做好朋友。倒转来讲，我 PhD 摕了后1971，因为我教授无伫个，内底我咧群内底有一个。PhD 的学生，有两个、三个 Master degree 学生，因都无人带，所以学校全叫我老的做 faculty， 负责甲因遮的学生带个毕业。啊，当然，我迄个时阵解看，我的薪水是9000块。
到个月，加我的迄、那个啊 summer 的研究，迄、那个 research 的 fund provide 有三个月，所以我一年万二块，啊不，就到千块万二块。迄、那个时阵 industry 我知影讲，我若出去，尽可能。一定比这个较济，因为我迄阵怎么杀牛哩？迄个时阵，我都已经领1967的三万，我都当领年薪九千外，对无？我即阵领，伫遐，我就开始要做我决定的阵，我就家己伫这个啊第五个，我家己检讨家己。看清，不是看清啦。啊，看清家己的能力，哦，啊，到底，因为迄个时阵，拄好杨振宁、李政道的迄个物理摕到 Nobel Prize， 那要想讲迄个野心。我想我是无迄个能力，所以就是家己认识家己，你的强项是啥物？你会当做啥？迄个时阵，我有想要出来，我伫学校，因为迄阵个时阵我已经有第一个囡仔，啊，开始就要 look for the job。学校的 job 是伫遐，第二个就 IBM 伊拢会送人来 RPI recruit 遐毕业生。有一边伊来的时阵，我迄阵有意向要出来 industry， 所以我有去甲伊 interview。第三个就是。啊，迄阵拄仔咱有一个朋友讲，伊捌伫 TI Texas Instrument 做过，迄个是迄、那个张忠谋以前做过的公司。我若摕起个只案，真可能就甲张忠谋同事。但是我唔知影，我张忠谋是不是读半导体的？啊，我是知影伊的目光。迄、那个时阵，我去 Texas Instrument interview 的时阵，坐飞机，这个门开进去三楼，开出来的时阵，敢那是一片灰咯。啊，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有 Texas Instrument 的人来接机。啊，来接机的时阵，刷了一个甲讲，迄暗。因为有一个 director 要请我吃饭，我家己就咧真奇怪，是安怎来的？这人对我才好啊！当然，我就跟讲，坦白跟讲，哦，这个 Dr. Eric Johnson 是我的朋友啊，跟讲这个来龙去脉。啊，尾啊，我转来台迄、那个。RPI 的时阵，我就咧问啦，问讲奇怪，我去遐 interview 哪会遮济？因遮个人拢对我正好，啊，拢是高阶层的人甲 interview。结果我得到一个答案，咱台湾咧讲人际关系，比美国嘛是有，因为 happen to be 这个 Dr. Eric Johnson。就是阮 RPI 的 board director， 啊，这个大陆去接啊，美国啊 ，Eric Johnson 呢，啊是 TI 的 board director。好，后来我就知影讲啊，是这个关系。讲名，讲姓。讲名，讲姓。啊，后来我无去啊。搁一个就是圣地亚哥，啊，我一个家，啊，这个圣地亚哥这个家呢，我是伫这个
二代七十呢，二代来，来时阵我穿一个 overcoat， 加 heavy 的 overcoat， 来时阵，哎、欸，根本都唔得呢，那都得加个气候冬天，我连迄、那个迄、那个雪披都唔免穿。啊，问伊，我甲伊讲，哎、欸，阿你呐，阿咧，冬天热天是不是真热？伊讲袂，所以我就敲电话。甲比利讲，我比利讲，哎、欸，安尼是毋是即个敢若是伫沙漠？啊，其实我毋知影，啊，其实伫圣地亚哥甲即个沙漠嘛是无人，差不多一两点钟就到。当然，伫即个时阵，我家己就落去搜搜寻，到底我所谓的人生是咧管，要提升。做 research， 还是 go into industry teaching。我这即款的英文要怎教起？我听下创这个我中学的老师啊，当初肯算数的。啊，因为我因为家己自认我英文并不好。第二项要做 research，IBM 给我的 offer 是要去伊个 Yorktown Heights。以及的 research laboratory， 要去遐做研究，啊，条件嘛真好，伊咧嘛是每七年当休一年，但是我的太太米托，伊讲秀华，因为我咧 RPI 的时阵，有当时连五月都有事，所以就甲米托，伊讲上帝阿母。伊其实嘛，唔知讲圣地亚哥遮好个所在，至少讲比台湾较近。我甲伊讲，即个阿袂寒阿袂热，所以我就摕一个家。啊，摕一个家后来，嘛是大间啊，大间公司，迄阵叫 Burroughs， 就是有那不止大间，但你面上比较好，以前有叫 Burroughs， 底下伊是全国真济，不像我的 branch。啊，当然，第三个路就是用新的 semiconductor operation， 底下做这个四五年，1979，阮爸爸过身。啊，在迄个时阵，这个公司 management， 伊嘛唔知影讲到底所谓应该怎行，我嘛甲我的 boss 讲。我希望我去我爸爸的 funeral 以后回来，咱会当决定讲到底咱是要行到一个方向。我唔是讲叫人讲忙做代志，啊领薪水，我有我家己的想法。伫我回来以后，迄阵我请干了三礼拜，啊，佫是无变。迄个时阵，伫 Newport Beach 有一个 Hughes Aircraft， 咱知 Hughes 那是足大间、足大间个啊，公司。啊，因这个 Division Manager 是真有啊心理，普通时是这个较下面的 Management 来你里去，不过这个是经过朋友介绍，伊特别。啊，对我照顾，因为我只要不 offer， 我讲要去以后，咱就爱卖厝嘛。因为知影卖厝，我时间就爱，所以伊安排公司把我厝单买起来，我就直接来当去。所以伊又是个公司的时阵，伊嘛是对个 security clearance， 因为又是拢做一挂这个。国防工业吼的代志，啊，当然这个我不是拢有 pass。刷落，伫这个中间，因要做一个 check for F， 敢是 F-14 还是啥，我袂记咧。但是因做这个过程呢，真大的问题，因做袂出来。所以我去的时阵。我就写一个 proposal，
这个 proposal 呢，就是讲 overhaul 这个所有因这个啊建筑的过程。我写出来的时阵，当然是写给我的 boss， 伊是一个 department manager， 卡比伊的 associate， 但是我嘛卡比哦，这个 division manager， 大家嘛足 excited。但是我的 department 的 manager 跟他说是很不满意，他跟我说你要写这个、要送出你都要经过我的同意，你从我们这大型公司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当然那是两年我有做出来，应该是对这个国防应该有真个帮助，但是因为 Hughes 做遐久做不出来，所以因已经去别个公司，我做出来等于无路用。伫迄个时阵，我有一个嘛是拢啊，因为我伫比起第一年以外，我大部分的业我真少。讲家己写为什么去 apply， 大部分拢未做咯。迄个时阵，伫 Tustin 离咱遮无远，一间公司叫做 SSI Silicon System Incorporated， 伊迄阵要 start up in the fabrication， 就是工厂要开始做，因来甲 approach offer me the job。因为咱伫台湾即个 job security， 所以台湾的旧的思想拢是要大间公司。啊，我休斯虽然是安尼，要大进，还是应该是无问题。所以伊 offer 的时阵，我就甲伊 reject， 我讲我不爱离开。这个 President CEO 呢，很趣味，伊直接打电话话，伊讲阿 Q 阿 Q， 啊，我这不是要跟你讲，你为啥不爱来我公司？伊说我会使请你吃饭未？我讲我吃饭当然好啊，啊，伫这 Newport Beach， 伊个微软算是伫准定，伊真有诚意，哎，请我吃饭。吃饭，我讲大家讲啥，拢无咧讲到这个 employment 的代志。但是最后，伊讲阿 Q， 我是不是会当问你一项代志？当然啦，无问题。我迄个人是做好做伙。伊讲，你对你家己有 confidence 无？有信心无？我这个问题奇怪，我当然啦、我对我自己有迄个自信啦、有迄个信心。伊反倒倒来问我讲：“啊，你若有信心，是安怎你来不来不爱来阮这公司？因为我的理由是讲，恁公司较小，较无这个 security， 所以就甲我反问讲。”你若有自信的时阵，你若咧烦恼讲后摆我你若无去的时阵，你阁找无头路。所以我讲，伊是我第二个贵人，伊对遮，就等于甲你坦白讲一下，你对家己到底有自信还无自信？对安尼以后一礼拜，我打电话，阿公，我要 join 你的公司，因为伊安尼讲，所以伫我的 career， 我的目标，我的人生，唔是讲今仔为着食，我要做我爱做的。代志，
我真济我读的，我想的，啊，因为这生命感觉到，搁是一个真心的病，所以我就开始愈行愈细劲。啊，伫这个中间呢，因为我是原来是参加这个迄阵监管基督教的教会，迄阵的牧师是吴牧道牧师。我想咱大家哎，拢会知影这吴牧道牧师。啊，其实吴牧道牧师是阮爸爸中英中二的同学同班同学，因为阮爸爸的名是叫做秀晶，是查某名，所以吴道牧师拢。用叫人讲秀晶姐啊，秀晶姐。啊，伫迄个时阵，有一个 Bible study 伫厝里。迄个时阵，咱这说明啊，对，啊，天牛，加天牛，做加天牛。伫这 Bible study 的时阵，伊就问我，麻烦啊，你这都做了好些好些，先嘛，你还袂阁倒转去上帝阿无？我给他一句话，我说我要做弥勒勒啊，我要做百法如王。啊，他真奇怪，在国英那的女儿结婚的时候，那是我退休以后，可能十几年前了，在他的那个女儿的结婚典礼的时候，我又回来，我又去对圣地亚哥起来参加伊个辩论，因为讲遐个妈妈甲我个妈妈是同学，所以有即种关系。啊，佫拄着食个牛，啊，伊啊嘛真凶咯。伊就甲我讲：“哎，张亮，张亮，啊，你敢有真正面面的？”真奇怪啦！伊就甲我讲：“啊，你是毋是真正面面的？”我是真歹势，家己人讲的。我今仔日因一句话，我讲，那明年嘞是破胎，明年嘞。当然，这就是讲，提起我的讲的做明年嘞以外，就是我是家己的要怎讲？目标，因为我开始音乐学的时阵，我即马阁讲一两个迄个 technical 的代志。公司迄个啥物囡仔要开始的时阵，就是把咱迄个正公馆变作伫私立公园顶头。啊，两项来有两个 technology， 一个叫做 CMOS。我想不用 get into detail， CMOS 那是较简单的做法。佮另外一种就是要做 bipolar， 即个 bipolar 就是较挖伫咱正公馆，吼，伊是三级的。Anyway， 啊，唔免讲，后边有机会我会当甲人讲，即个较technical方面。但是迄个时阵，好，我等下时间。啊，但是迄个时阵呢，我有一个案例啊。咱哩做哩设计的时阵，有这个，你若今日要设计的时阵用西模式做，有真侪炮啊，甲另外迄个 drive 的迄款一挂迄个设计吼，你都袂当用着。所以我就去发展啊，做 bi-CMOS， 就是把这个 bipolar 这个 technology 跟 CMOS 这个 technology 把它 combine 做伙。所以以后我出去啊，我有提起讲我有两三个 party， 因为迄个时阵你伫公司我申请 party， 尾啊我感觉讲你伫公司申请 party 的时阵，等于公司的，不是你的。你跟他提我，发现讲伊奖金给你啦，一个 plug 给你啦，还是啥物，其实对伊拢无利。所以以后我就拢完全无涉及他的。所以我就用我的家己构想的这个 technology， 我 start up 公司的时阵，
都是以这个 technology 做基础。啊，刷落，因为我刷了上尾没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 jump over 啊，来结束。在这个时阵，因为我 start up 的时阵，第一你有 product， 刷落当然你都要写这个。一、这个 proposal market analysis 是啥物吼？啊，所以你都爱有这个 manufacturing， 啊，你 start up 公司，你无够遐个财力的时阵，只好我就甲日本 Seiko 社合作，因有因个 manufacturing 的时阵，我去啊转这个 technology。其实台积电早期我嘛捌甲这个 technology 转好。啊，所以在，除去讲钱以外，当然在 startup 的公司内底，哦，普通是 venture， 你做 venture investment 的时阵，伊假使讲七间、八间，啊，是讲十间啦，有一间成功，伊就是真欢喜咯。还好，我 involve 的三间 startup 公司有一间 on IPO， 嗯，对。所以我在这里吼，以啊上尾来做结束。我是讲，咱人在这个世间，大家不是名、名利，都是权、权力、甲钱。啊，这中间一钱啊，咱买权，权来啊，诶，咱赚钱。啊！你想讲官商勾结，这个拢是这款，因为台湾车问题。啊，是讲你钱你马上买名，哦，哪有团体内底一定都有这的，不管派系吼，不管是花派，不管是咱们教会，不管是啥物，拢有这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也会当。有人问我讲：“啊，你退休？我一九九九退休。啊，你退休将近要二十年、十八年，啊，你拢在创啥？”哦，较低调我唔免讲，但是我都有一个，我就是讲，我都爱学习放下 ，let go。哦，你无论当作就是 let go， 放下。我一个就是 low key， 哦，做一个普通人。唔免讲哦，即为着这名，你要做偌大，啊，你管理要爱偌大，当然管理会当帮助你要执行啥物代志。啊，我咧讲，当然我咧做二年啊，到我上尾退休的时阵 ，president 个 CEO， 当然你管就是差足侪，要做代志当然是靠做代志。但是咱伫咱退休以后所有 involve 的代志，大部分拢是公益的代志，所以唔免去遐。咱讲精短短利，还是讲，反正就是讲 ，go and do what you like， 就是讲去做你爱做的代志，放下，唔免去钱遐。我要退休的时阵，公司的人有送我两样物件，啥物件？就是迄个公司用画的 building， 伊送迄个，迄个是差不多四五百人的公司。第二个有一个 engineer 送我一个 plug， 伊家去做的，伊家讲伊家去做的，啊有我的名阿 Q， 啊刷的，写就是讲 ，doing what you like is freedom，liking what you do is happiness。所以咱若会当记着安尼，咱的退休的生活应该会足充丰富。多谢。